今天这个好日子，我们要去南投，我们要去看风、赏风、进化娱乐、开峰会 ，Go Go Go！美如花，因为我四十一枝花啊。美如花，姓梅啊，梅如花啦。对，一点梅如花，而且是发霉的霉。喂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好漂亮。进化娱乐开峰会团建时间 ，Pizza Time！ 那我们今天材料呢，很明显的是夏威夷口味的啊，因为有凤梨啊，还有虾，还有火腿，哈、啊，那也有甜的哦、啊，有巧克力炼乳，那这边就是鸡本，还有香蕉。马上呢就要来做我们的 Pizza 啦，嗯，啪！好，现在就是要来擀面了，先把我们的 Pizza 饼皮啊，先把它弄薄，我要做薄一点的，因为我喜欢薄一点的。欸、其实蛮韧的，这不是很好擀诶，面皮好像要稍微甩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擀开喽，不要这样子。怎么变得有点像印度拉面？对不对？好像是不是？甩一下。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拉一拉？我也想做披萨。你也要做吗？你的手干净哈、哦，你要擦彻底一点，让它才。我来帮你擦。好，那你帮我抹酱。好，轻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啊，抹均匀，抹均匀。嗯，还撒气死。我也来另外一个。好。好，这个要怎么弄上去？完蛋！其实应该是要弄好有一个那个。对，有时候应该是他自己错了啦。对，整个切断。我要直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烤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要来进烤炉了哦。他说要放在最里面。欸、我第一次这样烤披萨，东西好，它关起来，好，好了。现在这是我们进化的员工们正在处理他们的晚餐啊，正在啊，自己的晚餐啊，自己想办法啊。我们孩子都是比较独立的啊。刚
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就是我的披萨，我的是小的，然后这边有一点点小小姜，姜的就会很脆 crispy， 然后这里呢还有其他的同学做的 crispy。我第一次这样自己使用这种披萨刀，觉得自己好像披萨店里面的店员。你看我切成这样啊，强迫症人会不会崩溃？就是我乱切披萨这件事情，你看我切成这样，好啊，试试看。赶快来吃哦！各位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？在影片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什么披萨的口味，姐姐都不会做给你吃。这是另外一个变装玩具。这不便宜，差1000多哎！对啊，这电池啊，这是什么？喂喂，黑你塞几条披萨吗？什么啦？什么啦？睡到你的枕头上，很可爱耶！睡到你的地垫，很可以耶！哈哈哈哈！最喜欢的，我超的喜欢自己。哈这是什么缘分啊？哎呀，好帅！还没拿到别的，我告诉你，睡看我有衣，谢谢妈妈。现在我们在山林溪游乐园区，我好像是第一次来，然后今天天气真的有够好，然后风景非常好，我现在整个迫不及待想要进去。再见。现在这种步道很适合徒步者，因为很平缓，比较不会有负担，对膝盖比较没有不好。这样，好，负责人，下次可以来，好，考虑一下啊。大概走不到20分钟，然后就需要吃饭了。我现在呢，要为我的父亲烹制杯面，其实也没有要煮啦，只是加热水就好了。爸爸手上还有一个，很难。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我要飞了。射雕英雄传怎么了？八重剑。那我想哭了吗？还有呢。走到第二个瀑布来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整个是在山岚里面，所以整个都是雾，看不太到瀑布。可是你仔细听，啊，有在水的声音。我们现在回去啦，好冷哦。正在民宿里面享受万恶的宵夜，这个呢就是传说中的飞鼠爪啊，这只特别大只。没有啦，这个是鸡脚啊，你知道这只啊
听说传了三代，它叫做三代鸡脚，不是三包哦，不是三代，是三代同堂的三代。然后我看到这个三代这三个两个字，我就觉得这传了三代，我一定要点来吃。那现在这杯呢，是一位先生做的饮料，他是哪位先生呢？啊、哦，他就是那位先生，好吧？哎、欸，他茶很好喝哎、欸，而这杯呢是你们姐夫特地为我点的，哈、哦，这段呢也不要给我们营养师看到，这杯我也蛮推的。这杯是什么？什么乌龙？甘蔗乌龙哦，它的那个乌龙茶香很好喝。那为什么茶会那么好喝？是因为埔里啊、南投这边啊都产茶，都是高山茶，因为他们那边海拔很高，所以它的茶都很好喝。哦，我爸现在很嗨，因为他在看直棒。然后呢，他刚刚那边发出没有声音的声音，就是用手比赞。好、哦，那位小姐是我母亲。那知道为什么他来了吗？他说他刚刚很累，泡了澡以后呢，很想睡觉，他就眯了一下。可是他的女婿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来哦，来排气哦。”他为了排气，拖着他疲惫刚醒来的身躯，就是要来跟我们赌一把。来，现在我们就来用 Robin Man 的扑克牌，用 Robin Man 出的扑克牌，要来跟我的啊母亲大人啊来排气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尽量把钱输给妈妈啊、哦！好，就这样子咯，再见。现在要吃现烤玉米，我的早餐。你看我的玉米已经烤成了一只油条，非常的厉害啊、哦！啊，玉米烤成油条，只有埔里做得到。你的粉丝可以相信玉米可以烤成油条？对啊。那你的粉丝都是八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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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我爸讲了一句名言，他说：“树多必有枯枝，人多必有白痴。”其实这个是这里当地非常有名的早餐，叫做咸油条。然后你看它的油条样子，烤的酥酥炸炸，炸的酥酥脆脆，然后里面就包蛋。葱花蛋看起来超好吃，然后撒一点胡椒粉，很香。我现在来品尝，嗯，然后这个影片也不要给我营养师看到，谢谢。我又来到了日月潭。我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坐了三次缆车了。今天非常幸运的是，日月潭的水是满的，超美的，请看。有马吗？上去，上去。日月潭的这个风景实在是太无敌了，然后缆车你就是登高望远，所以所有的景色都是尽收眼底，是真的很美。而且我们还会过这个山头再上去一点，会更高，就会更美。然后樱花季的时候来也会美到一个不行。我们现在呢，在日月潭旁边散步，它有一个环湖步道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走到伊达少码头，我们要去游湖。你们看这个湖景有多美，阿鸟哎！我们现在要搭乘蓝天一号来游日月潭喽。两夜的行程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度过了很愉快的时光，然后我们要离开这里咯，希望下次可以再回来，啾咪。